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心儿童人权。我是蔡佩伦。儿童权利公约有几个不同的主题的权利。在上个小时的课程当中，廖老师跟大家介绍了公约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在这一个小时的课程当中，我将跟大家介绍有两个主题的权利。第一是公民权与自由，第二是家庭环境和替代照顾。而在介绍每项权利的时候，我会先带大家看公约的规定。 也就是实际看条文的文字是在规范什么。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介绍条文的规范要旨，也就是这个条文当初制定的原因，以及这个条文希望解决的问题。那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也会使用影片和案例的方式来帮助大家了解权利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部分的公民权与自由。公益中公民权与自由相关的规定包括以下几项。 第七条的出生登记和姓名、国籍的权利；第八条的身份权；第十三条的表意权；第十七条的适当资讯之取得；第十四条的思想、自我意识与宗教自由；第十五条的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第十六条的隐私权；还有第三十七条 A 款处理的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 这几项权利都是我们统称的公民权与自由的范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人权公约，可能是两公约。那两公约分别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那这两个公约的前者，也就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跟刚才讲的那几个规定。 有很多重复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在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再做这样子的规定呢？是因为儿童有他特别需要保护的地方，我们需要配合儿童的年龄，配合儿童发展的阶段的不同，来决定权利应该要如何的享有。因此有这样子一个需要特别规范这些权利的必要性。另外一个要提的是，公约里面第四条有提到，如果国家在资源有限的状况底下，可以用逐步落实的方式去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换而言之，如果今天是公民权与自由的话，国家不能用资源有限来当做理由，来逐步实实现，亦或是说拖延权利的实现，这个是另外一个需要跟大家呃提出的重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刚才讲的这些公民权与自由的规定。首先要看的第是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 第七条规定的是出生登记姓名与国籍。条文里面的内容是，儿童在出生之后应该要立即受到登记。 并且在出生之后，只有取得姓名、国籍的权利，而且要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有知其父母及受其父母照顾的权利。那第二项主要处理的是无国籍的儿童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无国籍儿童的问题呢？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介绍。那第八条处理的是身份权利的部分，也就是说，缔约国必须要尊重儿童维护身份的权利，包括国籍、姓名、亲属关系都不能受到不法侵害。 在这两条的规定呢，其实息息相关。在介绍这两条规定的规范宗旨之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刚才提到的无国籍儿童的问题。有关于国籍的赋予，每个国家的规定其实不一样。有些国家才是属地主义，也就是儿童的国籍是由出生地来决定；有些国家只才是属人主义，也就是新生儿的国籍呢是看生父、生父和生母的国籍来决定。 就是因为这样子有不一样的规定，状况底下，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儿童出生之后却无法取得国籍的状况，而这是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底下希望解决的问题。因此，在第七条的第二项呢，特别有提到，如果是有无国籍儿童的状况底下，国家应该要尽量去协助减少这样子的状况。那么，在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有关于出生登记的程序。 国家必须要确保每个新生儿都有接受出生登记的权利，而且要确保出生登记的程序应该是要简便。除此之外，在出生登记的过程当中，也要确定所有出生的新生儿都必须要受到这样子权利的保障。也就是说，不管今天出生的新生儿是本国籍或外国籍，都应该要受到这样子的权利的保障。第二个要注意的是，针对被收养的儿童以及。 人工生殖受孕的儿童是不是有知道他父母的权利？在这个部分，国家不应该利用法律给予太多严格的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中了解自己的父母以及知悉其父母的权利。第三个部分，如果今天儿童有拒绝父母养育的状况的话，国家应该要展开一个调查程序去了解原因是什么。而在这个调查程序当中，儿童也应该要有发言的权利，以及让相关的单位有听取意见的这个样子的机会。 另外一个部分要注意的是，有关于受安置的儿童。那在受安置的儿童，除了在安置的过程当中待遇必须要符合公约的规定之外，也要让他有知道自己的根源，或者是知道自己父母以及自己家庭环境的一个机会。以上大概是几点有关于第七条和第八条需要注意的部分。那接下来看的是公约里面的第十三条。第十三条主要规范的是表意权的自由。那我们来看看条文的规定。 台湾第一项里面提到，儿童应该有自由表示意见的权利。这个权利应该是要包括用不同的形式，例如说言辞、书面、印刷、艺术等等不同的形式去表达的意见，而且应该要不受国境限制的寻求、接受和传达各种资讯和思想。 另外一个部分，在第十三条的第二项处理的呢，则是有关于权利限制的规定。在这个部分，如果今天是在法律的规定之下，而且在达达到下列目的，例如说保护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亦或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及道德等等的理由，做了合法的限制的话，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也是一个符合公约的规定。 那在这第十三条的规范要旨的部分呢，其实这一条跟《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中第十九条有关于表表意权的自由，其实有相当大的重叠。也就是透过这一条呢，再次的确立，其实儿童是可以享有这个权利的主体的这个地位。除此之外呢，在条文里面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儿童的自由范围包括第一个，在寻求和接受意见的这个权利；另外一个层面则是传达意见的这个权利。 也就是说，在为了要符合第十三条的状况底下，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接收或者是传达，儿童都有机会，以及有这样子的空间。接下来看的是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处理的主要是取得资讯的自由，而取得资讯由于跟刚才提到的表意权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两个条文共同一起介绍。第十七条的规定里面要求缔约国应该要鼓励大众传播媒体，而包括在社会方面、在文化方面，都应该要有益于儿童的资讯和资料。第二个部分呢，只是希望要同鼓励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 国籍的资讯和资料，在资料产生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进行国际合作。第三个部分呢，则是鼓励儿童读物的出版和传播。第四个部分，则是鼓励大众传播，在对于少数民族或者是原住民的儿童的语言的需要，也应该要特别的考量。 最后一个部分，国家应该要发发展适当的准则，保护儿童不会受到对他有害的资讯和资料的伤害。那十七条的规定呢？大概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刚才这几个部分。 They come through you, but they are not from you. And though they are with you, they belong not to you. You can give them your love, but not your thoughts. For the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The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第十四条。第十四条是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在这个部分呢，规定总共分成三项。第一个部分是缔约国应该要尊重儿童的思想、自我意识和宗教自由。第二个部分则是尊重父母或者是在其他的状况底下的法定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尊重儿童的发展能力的状况底下，可以去指导儿童行使这方面的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第三个部分则是给予国家一个限制思想、良知、宗教自由的可能性，但在这部分呢，一样也是要受到法律的规定的限制，而且应该是要为了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卫生、道德，还有他人的权利跟自由，必要者才在这种状况底下可以去限制儿童的宗教自由。那第十五条规定呢，则是结社和和平的自由。那在这部分，第一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地一国应该要去确认儿童享有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但是同样的，这样子的权利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如果为了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和道德等等原因，国家也可以去做必要的限制。 那在这个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个加拿大的案例，在加拿大这个案例呢涉及的是一个习克教的儿童，因为他信仰习克教的关系，他必须要期待圣刀出门。那这个圣刀呢是金属制的，那是佩戴在衣物的里面。但是学校认为说，这样子如果可以让他带圣刀的话，反而是违反了学校禁止期待武器的这样子的规范。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个相冲突的权益，一个是在学校里面学童的安全，另外一个则是这个儿童本身他的信仰自由。后来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如果是完全禁止这样子圣刀的佩戴，其实对于他的宗教自由是有太大的伤害，在佩戴圣刀的。 方式上面其实可以做出一些调整，譬如说可以透过一些衣物或者是其他的腰带等等的方式去固定这样子的刀具，使得它不会显露出来，同时也不会造成其他学童或者是呃老师们的安全的疑虑。因此，其实应该是要透过修改这方面的规定来配合这个儿童的宗教自由，而不是一味的完全禁止圣刀的佩戴，导致对他的宗教自由有一个不成比例的侵犯。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这个案例表示的是说，有时候宗教自由的确似乎是会跟其他的权利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做法告诉我们，其实是有方法在两个不同的利益里面找到平衡，因此这样子才能够同时确保儿童的宗教自由，同时也确保国家的安全，亦或是在本案中有关于学童以及学校里面的公共安全。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十六条的隐私权。第十六条隐私权的规定呢，第一项提到的是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家、通讯都不可以遭到自意或者是非法的干预，还有儿童的荣誉和名誉也是在不可受非法侵害的保护范围当中。而第二点提到的，则是在受到这样子的干预或侵害的状况底下，儿童应该要有依法受到保障的权利。 那么关于这条的规定呢，有以下几点的说明。第一个是有关于隐私这个概念的内涵。一般认为，隐私应该包括儿童寻求医疗咨询的隐私，在机构内的儿童的隐私，涉及少年司法案件以及保护案件的儿童的隐私等等。所以，隐私的概念虽然没有一个直接抽象的规定，但是其实在实例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方向的隐私跟儿童他本身的秘密应该要受到保护。 那第二个保护的范围是家庭。那家庭这个概念呢，一般在公约的解释底下，应该是要是个广义的概念，而不是我们一般可能狭义认为的核心家庭。因为每个国家、每个文化底下，对于家庭这个概念认知是不同的。在有些文化底下，养一个小孩可能是一个大家庭，甚至是一整个社区的事物。因此，在家庭这个概念的保护范围之内呢，应该也要考量各种不同的文化跟各个国家不同的规范，去决定。 儿童能够享有的保障到底范围在哪里？那有关于住家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一样，应该要采一个广义的解释，不能仅限于儿童自己本身跟爸妈一起住的这个住家的空间。因为每个儿童的状况也不同，有时候会有一些寄宿学校或者是教养机构等等。那在这种状况底下，虽然我这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底下的住家，但是这种环境应该也要被认为是儿童能够受保护的范围之内。 那接下来在通讯隐私的这个部分呢，要注意的事情是，通讯隐私可能会涉及到的层面有很多，因为现在的科技的状况底下，通讯的方法有很多，不限于书信或者是电话，可能包括一些在网际网络上传递的讯息，应该都要再包括在内。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也是一样，应该要用广义的概念去了解通讯通讯隐私这样子的范围。 那什么是非法或者是不法的侵害呢？简而言之，如果今天是没有法律基础的状况底下做的侵害，都应该被认为是一个非法的侵害。如果在法律里面要做干预隐私或者是刚才讲到的通讯、住家等等的范围的话，那么法律里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范，以免导致一个自意干预的状况。 接下来，在同一个条文里面也有提到的是，儿童的住家隐私等等，亦或是包括名誉的范围，如果受到了非法的侵犯，那在这个时候，国家应该要提供一个有效的救济管道，让儿童可以取得适当的补偿或救济。在公民权与自由这个部分的最后一条呢，是三十七条的 A 项。 那这个部分主要处理的是儿童不应该要受到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那这样子的概念，到底什么是酷刑，什么是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主要看的是联合国的《禁止的酷刑公约》里面对于这部分相关的定义是如何。在这个部分，参照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之后，我们可以得知。 儿童不受酷刑等等不人道或者是不正当的处罚，指的是包括对于儿童采取逼供，或者是非法对于儿童非法或欠佳的行为进行法外的处罚，或者是强迫儿童从事违背自己意愿的活动等等，或者是对于儿童施以各种形式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要被认为是酷刑、不人道或者是有辱人格的一个待遇或处罚。 也就是在公约的三十七条 A 款里面完全禁止的几种太阳。以上是对于公民权与自由的介绍。在这个小时的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是家庭环境与替代照顾。在公约的预设之下，原则上希望一个儿童可以在家庭环境里面成长。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在父母因故无法照顾这个小孩的状况之下呢，会交由。 家庭里面的其他成员，亦或者说大家庭里面的其他成员来扮演这样子的角色。但是如果在家庭环境因为某些原因无法继续养育这个小孩的状况之下呢，国家则应该安排的是替代照顾。那替代照顾在公约的预设之下，原则上希望在国内里面进行。也就是说，如果在国内可以找到替代照顾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不就不采取跨国的方式。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部分的规定有哪几条？公约中与家庭环境和替代照顾相关的条文包括第五条里面父母的引导，第十八条第一项到第二项里面提到父母的责任和国家的协助，第九条里面提到的儿童不与父母分离的权利，第十条里面提到的因家庭团聚而请求入住性的权利。接下来是第二十七条第四项里面提到的儿童养育费的问题。 接下来是第二十条里面提到的丧失家庭环境的儿童。接下来是第二十一条里面的收养。接下来是第十一条里面的非法移送。接下来是第十九条的不受任何形式的不当对待的权利。最后是第二十五条里面提到安置的定期评估。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刚才提到的第一项权利，也就是第五条的部分。第五条的规定里面要求缔约国应该要尊重儿童的父母和其他家庭的成员，或者是其他对于儿童负有法律责任的人，在照顾儿童和指导儿童行使公约权利的时候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公约里面的规定预设应该是由父母或者是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是法定监护人。 或者是其他对于儿童负有法律责任的人来负一个主要的照顾义务，而国家扮演的是一个协助的角色。那么这条的规范呢，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重点。第一个，是个父母责任的这个概念，这个条文里面讨论到父母责任或者是家庭责家庭成员的责任的时候，提到的就是父母应该要以适当的引导和指引来。 增强儿童行使公约权利的能力，也就是说，主要的义务在父母身上，而父母必须要依照儿童不同的发展程度、不同每个阶段的能力以及对于权利的理解的不同，来决定要如何指导儿童来行使权利。那国家也应该要尊重父母对于儿童的指导以及父母对儿童的引导，但这不表示国家对于儿童的照护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在这一条的条文里面，也明确的指出，国家应该要扮演一个协助的角色，在父母没有办法落实其养育的责任的时候，国家应该要用适当的方法来协助父母，这个是这一条的规定。 接下来是第十八条的规定，在第十八条的第一项里面提到的是：第一，父母双方对于儿童的养育和发展应该要负一个共同的责任；第二，父母或者是在法定监护人状况底下，应该是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也就是相对于国家来讲是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第三个要强调的事情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的是儿童的最佳利益，这个是第一项的规定。那么第二项的规定呢，处理的则是。 如果在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有需要的时候，国家应该要提供一个适当的协助，并且要确保照顾儿童的机构、设施和服务的业务呢，都应该要有发展以及要有适当的提供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条文在现实当中，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家庭环境的状况底下，我们要如何落实这方面的规定？ 主要有几以下几种，第一个可能是在单亲家庭的状况底下，由于在条文里面有要求父母双方必须要负一个共同养育的责任，所以即使是单亲的家庭，原则上也希望国家能够去鼓励父母双方共同参与儿童的养育以及成长的过程。第二是有关于分居的状况，那在父母分居的时候，亲权到底应该要如何的判定？ 在父母分居的状况底下，亲权应该要如何的判定？儿童到底应该要跟父亲住，或者是跟母亲住？在这样子决定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儿童最佳利益这个原则的落实。第三个需要注意的点，则是儿童受国家安置的这个状况。儿童受国家安置的状况，通常是在父母因为某些原因无法继续照顾这个儿童的状况之下，国家必须要做这样子的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不能因为安置这样子决定的做成，就直接剥夺父母的侵权。也就是说，即使今天在安置的状况底下，如果在不危害儿童的权利以及儿童的利益的状况之下，也应该要让侵权的维持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刚才的条文里面第二项有提到，国家在事实应该要提供必要的协助。那在这个部分，必要的协助可能。 不见得是金钱上，又或者是说实际上物质的提供，有时候是有一些有关于住宿、托婴、家内协助，还有一些相关的设备，或者是心理协商服务等等不同面向的服务，都是国家应该要提供。而国家应该要视情况来决定怎么样是最好的做法。接下来是第九条的规定。那在第九条的规定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影片。 Thank <laughs> you. 从刚才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儿童权利公约的第九条要求儿童应该原则上不要与父母分离。那么第九条的条文规定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公约的规范。第九条第一项的规范是，缔约国应该要确保，在不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之下，儿童不应该与父母分离，除非在有必要的时候，经过司法审查，才可以决定为了维护儿童的最佳利益，必须要将父母。 以及儿童分离。如果今天儿童在受到父母虐待的状况之下，在这种情形，儿童就必须要与父母分离，而国家也应该要落实相关的审查以及相关的程序来决定。 应该怎么做？对于儿童的最佳利益才是最好的。那第二项的规定呢，是在这样子的程序当中，应该要给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有陈述意见的机会，所以可能包括了儿童的父母、儿童的其他的亲人以及儿童的本身，都是应该在所有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之内。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呢，则是如果今天在分离的状况底下，如果不影响儿童的最佳利益的话。 那么，儿童和父母之间也应该要有一个可以保持联系的机会，而不是直接永久的拆散父母跟儿童。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要求，如果今天父母或者是儿童遭到国家的拘留、监禁、驱逐、遣送或者是死亡，相关的资讯呢，都应该要让另外一方知道，除非在提供相关的资讯的时候有可能造成儿童福祉的损害，不然国家都应该要确切的将相关的资讯。 通知给父母或者是儿童相关的人员也应该要受到必要的训练，以落实这项的权利。所以，在这项的规范之下，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如果要将儿童与父母分离，第一，必须要具备一个正当的理由；第二，有这样子正当的理由之后，应该要有一个公平的决策过程。 第三，即使在分离之后，在没有对于儿童的利益损害的状况底下，应该要让儿童和父母有一个保持联系的机会。接下来看的是第十条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牵涉的是家庭团聚的一个自由。 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要求，如果在儿童和或者是父母为了团聚这个目的而请求进入或者是离开缔约国的时候，缔约国应该要积极、人道、迅速的方法处理这样子的请求。第二项则是涉及，如果父母和儿童分住不同国家的状况底下，应该要能够定期的保持私人的关系和直接的联系，而进出国家的权利呢，也应该要符合公约里面的规范。 但是这个部分的规定需要跟大家说明的事情是，缔约国虽然有一个义务要以积极人道迅速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的请求，但是公约并没有要求国家一定要同意，亦或是说一定要考量怎么样的要件来决定是否允许这样子的请求。也就是说，缔约国在这个部分仍然有自己的裁量权，不过仍然是要符合这条的规定，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需要以积极人道迅速的方法来处理。 而在个案的状况当中，也应该要去特别的注意儿童的隐私以及程序上面儿童和父母应该具有的权利。接下来看的是第二十七条的第四项，那这条处理的是有关于儿童养育费的问题。根据这条的规定，第一国应該要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向对儿童负有财务责任的人追索儿童养育的费用。 在这个部分，尤其是有跨国养育费纠纷的时候，国家应该要特别提供协助，有必要的时候，甚至应该要成立一个准备的基金，让儿童养育的工作不要终止，同时也继续追索对于儿童负有养育费责任的人应该要负的一个义务。 接下来看的是第二十条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是针对暂时或永久被剥夺家庭环境的儿童，为了他的最佳利益，没有让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在家庭环境里面成长的时候，缔约国应该给予一些特别的保护和协助。第二项的规定则是说，这样子特别保护的协助的给予，应该要给予怎么样形式的照顾，应该要依照国家法律来确保儿童可以获得一个适当的照顾。 那这样子的照顾，在第三项里面有提到，包括安排寄养，包括依照伊斯兰法的监护，包括收养或者包括安置等等不同的方式。刚才提到了这几个方式，只是条文里面的例示，并不是一个列举的规定。也就是说，到底怎么样照顾对于儿童是最好的，以及国内法里面到底应该要怎么保障这样子的规范，其实还是国家可以裁量的范围之内。 在这边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替代性照顾这个概念本身的性质。由于像刚才所说的，公约里面的规范认为家家庭环境才是儿童成长的首要选择，如果在家庭环境不可能状况底下，才会采取替代性的照顾。所以，不管是刚才提到的任何一种方式的照顾，都要特别注意儿童是不是有可能可以。 回到自己本来的家庭，亦或是说，如果今天已经不可能回到本来的家庭，儿童是不是有可能把握自己本来的根源，仍然对于原来的语言、文化等等，能够有相当程度的熟悉？接下来是第二十一条有关于收养的规定。那收养的规定公约里面有详细的条文，在这部分主要分为五款，在前面第一款的部分处理的是。 国内收养案件的一个程序要件，在 B 款的部分呢，则是提到了如果在国内没有办法安排收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才采取跨国境的收养，而第 C 到 E 款处理的则是跨国收养的一个状况。那么在 A 款的部分处理国内收养的案件，这个地方。 条文里面规定了程序上面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及在认定收养必要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层面以及要件。那在 B 款的部分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在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会承认跨国收养。那在第 C 款的部分处理的是一个平等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是跨国收养或者是在国内的收养，儿童都应该要受到相当的保障跟标准。那在第一款的部分呢，处理的则是如果跨国境收养的情形要。 避免有不正当的财务上的收益，也就是说，不希望有导致人口贩卖等等的问题。那在最后一款呢，处理的则是国际合作问题。由于跨国境收养的时候会牵涉到不止一个国家，因此到底要如何确保跨国境收养的合法性以及适当性，需要国际合作来处理。 那在这个部分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收养的决定，不管是国内的收养，或者是国际上的跨国的收养，儿童最佳利益都是一个最大的考量。相较于在第三条儿童最佳利益的规范里面是一个优先的考量，在第二十条的收养的规定呢，应该是一个最大的考量。也就是说，在这个程序当中，儿童最佳利益应该要是一个最大的考量，优先于其他的利益以及其他的考量。 这个部分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牵涉到的是一个东家的领养问题，在这个案子里面牵涉到的是一个在东家的未婚妈妈的小孩的状况，这个未婚妈妈由于自己没有办法养育这样子的小孩，因此决定将小孩交给一对美国籍的夫妇做收养，但是后来法院在几个不同方面的考量之下，决定这样子的收养。 不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的规范。如果这名儿童到了美国长大，虽然他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也会有一个比较优渥的条件，但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的关系，法院还是认为他应该留在东家，在尽量在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第一，是因为这个小孩虽然年纪还很小，但是对于生母已经有一定的依赖性；第二，如果今天从东家到美国，整个生活环境的差异非常大的状况之下。 虽然他的确是获可能会获得比较好的条件，但是在调试上可能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最后一个拒绝这样子收养决定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生母的妈妈，也就是这位幼儿的外婆，后来其实愿意提供协助，帮忙这位未婚的妈妈来照顾这个小孩。也就是说，其实在东家的这个家庭环境，还是可以提供一个适当而且完善的一个照顾的状况之下。 这个时候，东家的法院就认为，应该要让这个小孩留在东家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而不应该要允许这样子一个收养的决定。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十一条的规定。第十一条是有关于非法移送儿童的规定。第一项里面规范的是，缔约国应该要采取措施来禁止非法移送儿童到国外的状况。 第二个呢，只是应该要缔结双边或多边的协定，或者是加入已经现有的协定，来达成刚才那项的目的。那么，为什么要一个双边或多边的协定呢？就是因为今天非法移送通常处理的是父母将儿童绑架到国外的状况底下，所以有一个跨国的问题的时候，通常需要用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那在这个部分需要跟大家解释的事情是，这个部分跟公约第三十五条的规范看起来似乎有点类似，但其实规范的内容不太一样。在这条里面处理的，就像刚才提到的，主要是父母的其中一方绑架儿童到国外的状况；第三十五条处理的，则是因为经济原因或其他的理由将儿童贩卖到国外的状况。因此，第十一条和第三十五条要处理的问题并不一样，因此有分开规范这个两条的必要性。 那在这个部分，如果要落实这一条底下的规范的话，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去参与国际上已经现有的条约，亦或是缔结双边或多边的协定。那在这个部分，国家应该可以参与的是海牙有关于国际右拐的一个公约。那在落实这个公约，或者是落实相关规定的时候，国家应该要注意的事情是，司法人员还有外交人员相关的训练，以及需要采取一些相对应的边境措施，以达到这条本身规范的目的。 接下来是第十九条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是处理的是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忽略或者是虐待。那在介绍这条的规定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影片。 我们从刚才的影片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条要规范的不只是儿童虐待的问题，还包括儿童被忽略的问题。那条文的规定是什么呢？第一项的规定包括要求缔约国应该要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的措施来保护儿童。儿童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暴力、伤害、虐待、疏忽或疏失、不当对待或剥削，包括性虐待。 那第二项的部分呢，则是处理的是保护的措施，也就是如何避免儿童不受刚才讲到的这些不当对待。这类的保护措施应该要包括建立一些有效的程序，来确保儿童可以去指认、报告、转介，来或者是调查、处理，或者是后续追踪相关的案件。这条的规范要注意的事情是，不只是。 我们一般想到的儿童虐待，不只是暴力相向，包括忽略或者是忽视，都是公约里面要禁止的问题。不管是任何形式的不当对待，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都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公约里面的规定也要求国家必须要确保儿童不会受到任何这方面的不当对待。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事情是，国国家不只要确保父母不对儿童采取这样子不当的对待措施，任何一个有照顾儿童角色任务的人。 都应该要确保这样子的人不会对于儿童做任何的不当对待。在传统的管教观念之下，儿童被打又或是说被骂等等不当的对待，似乎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公约这项规定就是希望可以禁止这样子的习惯，也希望在未来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不要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当对待。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在确保这个部分的权利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一般性原则的实现。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样子被不当虐待的状况之下，儿童应该有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被听取的机会。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儿童最佳利益的落实。当然，如果今天儿童受到不当的对待的时候，也应该有后续的措施来确保儿童可以恢复身心的健康。那这个部分在第三十九条的部分会再做更详尽的介绍。 最后要看的是第二十五条有关于安置的定期评估的规定。刚才有提到安置这个措施是在儿童被暂时或者是永久的剥夺家庭环境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替代照顾的其中一个模式。那如果国家做了一个安置的决定，就需要采取定期的评估，也就是说，必须要停定期回去。 考量这样子安置的规定，到底对于儿童最佳利益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这个条文的规定呢，提到的是，缔约国为了要照顾、保护、治疗儿童身心健康的目的，安排安置的时候，儿童应该有权利要求他的待遇，还有安置相关的一切状况，应该要进行定期的评估。 那这个部分要澄清的第一点呢，这边指的是国家安排的安置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父母或其他人做了安置，例如说像是寄宿学校等等不同的措施，并不在这条的规范范围当中。那么，在这个定期评估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的事情是，儿童应该有表达意见的机会，而且主要的决策者也应该要去听取并且考量儿童的意见。 当然，在这个程序里面，儿童最佳利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需要受到落实。以上是公民权与自由以及家庭环境和地带照顾里面公约相关的规定，其余的规范则会在下一讲的内容当中跟大家介绍。谢谢大家。